这两三十五人是白白的，五年级举手，这两三十五人男的，四年级举手，这两三十五个的，搁有诶，阿袂了了诶，三年级举手，这两三十五人是白白的，你都在咧耍哦，阿袂咧，二年级举手，快乐，啊，这两三十五人，我们是全校总动员，来为各位办这场音乐会。值不值得大家的掌声？不够热烈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李德英一开始我们就来热闹的，曹公生代码，我们为他暖受。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热闹的，第一首《五圣佛》，第二首《花好月圆》，第三首《将军兵》。三位跟五圣佛呢？五圣佛是我们传统的锣鼓音乐。喵喵，喜气洋洋，热热闹闹，在甜美的气氛当中，要把用快板来享受它的欢乐，用中慢板来享受它的意境，然后用最温和的十一板来让富丽堂皇的感觉，让它逐步出来。但你要听快板，听中板，享受慢板啊。第二首是《花好月圆》，今天继续光带着你们来听。传统的舞曲嘛，音乐中会有变奏，会有转换，然后会让它过年的气氛。所以桂林的三口晚会，那歌哈，没有人等着桂林听这首歌啦。第三首叫《将军兵》，将军兵听声就知影，将军兵就是将军要出门啊，将军出门要干嘛？你们要知道将军出门要干嘛？打仗。所以将军出门气势要磅礴，气势磅礴呢？就要让它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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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所以等一下的鼓声非常重要。这首曲子比较特别的是，有一首电影啊，叫《黄飞鸿》，就是等一下的感恩金条刚跑一圆满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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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当当当，我们来个唱，我唱电影啊。啊，第四条啥嘞？带着你听你的赞，我一摆有你四条歌，啊，你婆家还没来啦，啊，来我们先。掌声欢迎我们指挥家魏老师。
风光好，文人墨客呢，到了江南吟诗作对。吟诗作对的时候，难免呢、啊，看到过年时节跨年这些朝风干呢，红红绿绿的，边题诗、吟诗，啊，你也得检验他啊，发展出来的乐曲啊，叫做《喜庆江南》。我们现在前半场最后一首《喜庆江南》，欢迎杨老师，谢谢。温柔的、喜庆的，那就太小看我们。我
我们还可以加入台湾元素。哦，我们会有什么贵宾？我们会长卢东辉先生。哎，自己不要那么讲。哎，我会长的支持，我们越长会越来越进步。谢谢。再来哈，接下来的国乐后半场，我们即将演出的是我们台湾元素。下半场的第一首叫《马兰情歌》，是我们东部原住民的乐曲。各位在里面要注意去听，有没有青山，有没有流水，有没有年轻男女，别耍掉哦，秋花，注意听啊。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叫《新疆民歌》。新疆民歌啊，那个这些民歌呢，都是男孩女孩唱歌跳舞演化出来的。啊，男生去逗女生，去拨她的帽子，叫掀起了你霓灯盖头来。各位在里面好好的听听我们小朋友的演出。啊，如果你以为我们只有中国的，那不一定哦。我们再演出一首美国的，美国的什么乐曲？知道吗？我们开始，是蜜甜是蜜瓜。苏珊娜，苏珊娜跟他唱，但是会唱唱的，一定要再唱嘛。苏珊娜一打一定上盖不会唱唱唱，也一定要唱唱啊。然后呢，最后我们再加一首南岛的乐曲，南岛乐曲各位要跟着摇才会好听哦。我们下半场即将开始，我们邀请杨老师，谢谢。
今天最后一首是海南岛那种椰子树叶摇来摇去，因为也夸南岛乐曲，黎族啊，黎就是黎民百姓的黎，黎族乐曲，它跟我们汉族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音乐真正是用压机的风吹来摇来摇来。但你哈，你若听了好听，你就背开摇来摇来摇来摇。
各位同学来莲花啊，南岛乐曲黎族啊，黎就是黎民百姓的黎，黎族乐曲，它跟我们汉族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音乐听起来像鸭子，鸭子有风吹来摇嘞摇嘞，但你哈，你若听得好听，你就背开摇嘞摇嘞摇嘞摇，阿姐，跟杨老师他摇出来哈，谢谢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朝贡暖送。